就是有心理包啊，我们快速讲一讲好了，不然我这样也很难介绍。欸，可以先讲一些女帝卡哦，欸，不错哦，这官方聪明，秘技红妆香。其实我那时候一直在想说，因为我觉得题材太难找了，我要不要直接下两个标题？哦，这样好难讲。不管你的哒哒，你就像河山流水。攻打叛军，是咧哭哦。最近我嘛是爱继续拍叛军就对啊，是安尼意思吗？重点是真的是要兵吗？还是怎样？对，我都忘记抽那个给你们看了。啊，我花太多时间了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。我该拍一拍。